收看你好玩，大家好，我是何朵琳，我是钱雅兰。要跟大家聊的是，人生难过的不是逆境，而是心境。有时候只要念转运就转。我就很佩服朵琳哥，怎么讲？因为呢，他明明可以演梁山伯，但是呢，他也不排斥演马文才。谁要帮我特写一下？对，对，什么时候的事情？最近的事情。还有直播，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他就是转的心那个什么，我心念。我雅兰姐歌仔戏新戏《勇气家族》在拍戏，我去现场探班，哦。真的，雅兰姐说：“哎，帮你朵琳哥化个妆，来一个画波好了。”真的，我很喜欢我的那个何朵琳粉丝团，啊，那我就这样画波出去。本来画小生很帅的，就我说，其实我心里一直很想扮的是三花，好可爱。哎，这谁敢这么做哈？就是他，就是他，你看。哇，我真的太佩服他了，你就转了心念，你看。那就很开心、啊，什么都可以做，对不对？嗯、来，欢迎我们命理老师。哎，这位也是什么都敢做的，好，欢迎吴美玲老师。什么都敢做、哦，想不想画这样？想不想画这样？确定，我可以画四九啊。可以画四九，好，对啊，你画过年特别，你是马文才，我可以画。过年特别节目，过年特别节目，好，没问题 ，OK。接下来欢迎廖毅画老师，大家好，以及法语老师，老师好，大家好。哎，来欢迎两位特别来宾，最近也是自我的人生大突破。嗯，首先欢迎我们的关韶文，晚好。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吕如中，大家好，我如中。如中出新书了，耶、yeah ！走出去才知道怎么继续前进。可以送两位主持人一本好不好？谢谢，谢谢，林哥还帮我写序，谢谢。哇，真的哦，谢谢，谢谢，谢谢，看这个封面就觉得很舒服，感恩。对，哦。真的哎，最近的新闻，企鹅妹也环岛，对对不对？对，企鹅妹也环岛，还被粉丝这样子跟，走到哪里还到台北，还被人家要求唱生日快乐，还哭了哦。最后还有人看到她直播哦，还出车祸，哇！对，其实企鹅妹是学如中的，没有没有没有，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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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敢这么说。但是这已经是我在疫情期间出的书，所以在疫情期间那三年，大家还记得吗？从2020年一直到2022年这三年的疫情，那我是在第二年受不了的情况之下才往外走，一直到今年才出书，所以是经过沉淀之后写下来45天1166公里的徒步。哇，用照片跟文字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他最主要他分享的不是风景，对，他分享的是他一路，他其实他没有去走欧洲耶稣基督的雅各之路，圣雅各之路。他是光在自己环在我们台湾的宝岛这样走一圈的时候，他自己内在的沉淀跟自我的沟通心境分享，而且慢慢的你这个人就改变了。很多人在读者的回忆告诉我说，他们最常看到前面几张照片，觉得我看起来很衰、很操劳、很苦，可我到最后几张，他们觉得我比较帅，所以我是越走越开心，越走越锻炼起来的。好棒啊！嗯。哇，前面是真的很衰、欸，好想看的、喔，千万不用补啊！千万不用补，千万不用补，乔文，我等下翻给你看。哎呦，真的，我来看后面。哎呦，就越来越感觉气色越来越好。看看这个，陶景安妮啦，哎呀，陶景安妮，哎，好漂亮啊，十多块、啊，哎、欸，差很多哎、欸，真的，大家都支持哦。那为什么想要去走啊？对啊，当时是一个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到疫情第二年的时候，第一年疫情的时候，我们的通告被取消，理所当然。但第二年有一些声音回来说我们要办了，开始要办了，却没有想到还是取消。所以我当时的情况是在，我帮一个企业在每年的大年初期，已经帮了十几年，会主持一个很早上的团拜。所以我按理说，我那一天应该是穿着西装跟名牌去主持这个团拜，可是已经经过第二次的取消，而且是出乎意外，在初六的时候取消，其实心情是有点沮丧。那我就3:45左右就失眠，哦，觉得我怎么搞，这一年都没收入，一整年都没有收入，什么都没有，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心里有个声音，就是不要想这么多，那我们就往外走走看好了。往外走走看，我还不知道走什么地方，我只知道往外走，所以我就随便打包，放了2天的衣服，5:30我就走在路上，就往外走了。然后没有目标，没有目标，我就开始往下走。那我当时因为我有跑步啊，我的跑团有在路上看到我，
我都躲起来。直到第四次我被认出来的时候，我正在傻傻这边拍照，哇，今天清晨的，哇，这边多漂亮，多漂亮！你没有在身上挂一个，你没有变成一个，一开始没有，三堆鸡面，没有，我徒步环岛，一开始没有，求掌声，对对对对，因为本来是要有，我是后来才慢慢调整，一开始都没有经验，是，所以别人拍我一下说，刘总你现在在干嘛？因为我不跑晨跑，我都跑夜跑，你在干嘛？我就在傻傻的说，我想徒步环岛，所以他们就开始听到这件事情，就跟。社团里面的两三百个人就说：“李武忠徒步环岛，李武就变信心要真的了。本来我以为这只是一件，这时候压力很大，压力很大。我们本来自己走两站，如果很痛，对，就回家就好了。对，偷偷的宣布，对，你现在宣布，我就是这个心情，骑虎难下，变成我真的要走了。所以我就开始开启了这45天的徒步环岛。对，有时候有些好朋友就是好心做坏事，真的。而且你知道，还好的有他们拱，对，真的是。所以有时候也很奇怪，像我当下还有一个心情就是。其实我在这个演艺圈这么多年啊，我一直是个小心翼翼的人，我胆小，然后做功课，然后都一直是规规矩矩、认认真真的好人。但疫情让我觉得我一年都没有收入，一年都没有通告，我到底在干嘛？我累积了这么多的资历，到底是什么啊？我开始有点反弹自己的性格。所以我终于做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意外，不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就是当天往外走。这可能是我第一个最冲动的决定。我就往外走，而且完全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什么叫徒步环岛，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可不可以走，先走就对了。不容易耶。对，你说我们要徒步环岛哈、哦。哇，带好多装备，带保养品啦、啊，防面膜啦、啊，完全没有敷脸啦、啊、什么。到时候冬越来越多，背不动。算了，还是买高铁票回家好了。对呀、啊，结果你这样临时决定，哇，那你背包要很轻便才可以。其实Duin哥，我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一天都在调整我的行程，每一天都在试着进步，包括我到底如何坚持下去，我其实自己都没有把握。那我再做了一个调整，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是分批环岛，第一梯次的环岛是我终于分梯次，对，我中间有回家，有回家，因为我要做要养活自己。所以我在第13天的时候接到通告说，你去第14天可以上个节目。我说我要接，我要接。可是徒步环岛，我很想往下走哎。所以我当下就决定，我的徒步环岛不会是一次喝成45天，而是这边没有通告，反正通告这么少，我有空就往外走。所以这样走了1年的时间，我才把它走完。那我就开始有自己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的第一天到第10天，我每一天的脚是这边跟这边是像刀切一样的疼痛。我其实从小到大都是每一天可以走5000到10000步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我体育很烂，但我觉得最会的运动应该就是走路。我没有想到我第一天走到中立的时候就痛到不行，就是像割，感觉在割你。一天就从台北走到中立，走到中立。那当时我就觉得很得意啊，太强了吧！大家都知道我要徒步环岛，我走到中立了，而且我1:30就走到了，睡个午觉起来，快要废掉的疼痛才出来，一开始不会疼痛，太激烈，对，所以我是在第一梯次的疼痛，到了第10天才通过那个撞墙期，是每一天都很痛，到了第3梯次的时候是碰到我们的3级疫情，有半年的时间，台湾希望台湾的所有的人都是。在家里不要出门，工作什么都在家里。这6个月，我是天天带着装备，偷偷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之下，到我们的合体那边不会有任何人，然后再烈日下12点，每一天走6到8公里。我是这样磨练自己，因为我已经走了前2梯次，我不要让脚又松懈，对，所以我就继续让它走。走完6到8公里以后，除了适应那个热跟适应脚程之外，我回家压腹力挺身，每一天多一下。我体育很烂。所以我是跪着压腹力挺身，从一开始只能做20下，到后来可以做200下。我每天加一下，每天加一下，就是这样子磨练出来的。所以我到第3、第4梯，尤其第4梯次，我走苏花公路的时候是完全不痛，完全可以一整天都不休息。我是靠这样坚持下来的。当然还有一些心理的状态才能让你坚持下来，路上的人啊、老朋友啊、不认识你，给你很多的补给。可是你没有直播啊？我没有直播，完全没有，因为我怕丢脸。那会很累，很丑，很。各种状况都不好，你看我的照片就知道我的状况是不好的。直到我走到第4梯次的时候，有一次碰到一个大雨，所以因为他可以自己独处，所以他可以做事情很专一。因为一个人要完成一件事情，不能朝思暮想，很多做专业都是这种格局。因为他能够自己独立的时候，他才能够对一件事情专一，而且他会重复去做一件事情。很多人是无法重复做一件事情。我们都在挑这么大神。
等你来开房。想开房插花摸一把吗？我们都在挑战吧大神 APP 等你哦。走到第四梯次的时候，有一次碰到一个大雨，碰到大雨的时候，我超级讨厌雨，而且那个雨是不能呼吸的雨，所以我在那个骑楼跟公车下面在那边躲雨，那一天的雨是不可能停，是大雨的。然后我碰到一个肌肉猛男，他是玩三铁的，所以当天我看到他的那个时候情况，他骑脚踏车却在躲雨，他是个超级猛男，我就跟他说，哎，加油哦，哇，你超厉害的，骑脚踏车这样子不怕跌倒，哇，你超厉害。没有想到这个猛男却跟我说，拜托你才厉害，我骑脚踏车，你是用走的耶，你才厉害。哎，这是我第一次被一个看起来运动比我好十倍以上的人称赞。我开始告诉自己不要那么妄自菲薄。就是你自己有自己强的地方，对，你不要老是都说别人很厉害很棒。天生我才必有用。是，可是当下我才知道，以前我其实对自己是比较严苛的，我都会觉得自己不好。可是走过了这一趟，我开始可以比较肯定自己。可是你刚刚讲的说，你一向都是比较仔细的，对，胆小的，对，要做好计划，战战兢兢的，安全牌，好人牌。可是其实这次环岛你没有做，你突破了自己，没有做太多的功课，你就是先做了再说。所以有很多令你恐惧的状况是你自己的。突破你自己的内在是有哪些状况？对，身体的部分我会变得越来越强壮，但是我后面还是会碰到我不可预知的，也许强风，也许大雨，也许落石，这不是你身体强壮就能够克服的，你还是要随机应变，你还是要了解天候，你还是要了解各方面的。再加上其实因为恐惧它会一直跟着你哦，比如说我们在苏花公路走隧道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走走看，但是没有那么鼓励啊，因为他们隧道的地方大货车大卡车是没有在减速的，完全不减速。那当他们会车的时候，很多地方的隧道是没有人行道，一方面隧道没有人你觉得好棒哦，一方面是黑，跟你独自一个人走一两公里的隧道没有人，你会不会怕？第二个，终于有人来了，是大车。会车的时候，他会撞到你，会勾着你，可能就跑，你可能就被拖着走了。那我甚至还碰到，就是大家去走才知道哈，有个叫景文隧道的地方，它非常的漂亮，因为它是凿出来的，它没有水泥再铺一层。那边如果大家有开车过的话，当你会车的时候，两辆车要会车的时候，一定要有一辆车八股。隧道八股，因为它过不去。那隧道里面就有凿很多这样子的洞。按理说隧道是这样，对不对？平平的。可是这个隧道因为是凿出来，有很多小洞。我们走在里面的目的就是可以躲车。这么小的洞，我们躲进去让它过。就是这样子的，每一天都是碰到类似像这样子的。紧张、克服恐惧跟开心，这个如果直播，可能直播棒就断了。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危险？其实对驾驶来讲，因为我们曾经听过很多分享啊，说那些隧道里面都有灵异故事，超多灵异故事。驾驶开到那边，哦哦，暗暗，熊熊看了杰狼呀，哭爹呀，驾驶怕我，驾驶都是。可以播，那超怕碰到鬼的，一路的穷鬼，你怎样？这一趟环岛下来说，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都获得很多，都成长了。对，尤其是心理的部分，我刚才说路上有很多人帮我加油打气。大家不要认为徒步环岛你应该被加油打气，不是的，它就是一个附加的，以及有人要碰到你。像我比起其他徒步环岛的人来说，我被加油的人不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多，所以每一个故事都很珍贵。比如说我在走到永康的时候，都是小故事哦。永康出产什么请抢答。永康芒果。哪是牛肉面啊？啊，那是永康街。喂，永康产。你有说永保安康？永保啊，永保安康那太重要了哦。永康，对对对对对。那我就说我在这些徒步环岛当中，就越来越容易感动啊。因为当你疲倦的时候，你觉得人生只要有冷气可以吹，只要有小憩可以让你坐下来喝杯凉的，上个厕所，只要有加油站让你坐一下，你的心会变得很干净。
当你的人生的需求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时候，你的心会变得很干净，你整个人会比较容易流泪。像我在永康的时候，我去因为肚子痛，我就离开了去全联上厕所，请他们让我上厕所，我很不舒服。我再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女的在等我，她已经在马路上，她告诉我她不知道在马路上绕多少圈了，她远远的看到我，他们都不知道我是旅途中，远远看到我徒步环岛，她决定为这个人加油，就去买了两罐饮料。出来的时候我不见了，因为我去上厕所，她就在整个永康到处绕着找我，所以她把饮料给我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重，我身上的水已经够了，但我带到了身上去的那一刻，眼泪就流下来，就你自然而然就会为这种小事情感动。另外我在丰港。丰港第二天，丰港请抢答。屏东，屏东答对了。哇、wow ！吴美玲老师，你一点都没有想抢答的意思，是不是？对台湾不熟啊。我是宅女。哦，有机会走一走，像我也是走才记得这个地名。那我去丰港的第三天会碰到台风，所以我就走得特别的快，很多人都在躲台风。那就有一个女的骑士就经过我，只为了给我一个月饼。那个月饼说实在有可能抽掉了。可是我当下超级高兴，这是我第一个外面过中秋有人给我月饼，而且我的月饼还可以跟狗一起分食。就你还带狗啊？没有没有，是外面也流浪狗太多，整个路上台湾有太多太多的流浪狗了。那这个东西可以让我跟他们分食之外，他们也比较不会咬我啊，这是一个秘诀。那第三，我在池上，池上在哪里？台东。拍谁？你唯一可以回答的，我帮你讲。唯一可以回答的就093。那我去池上的时候也是一样，走在大桥当中，就有一个女的骑士，她是看到我在我旁边一直绕圈圈，那我就以为她只是跟我打招呼，她也是飞车进去再出来，带了烧饼油条给我，她告诉我说这是池上最有名的烧饼油条，哇，有有有，早上请你吃，对，像这种小事情在整个45天层出不穷，就一直觉得。很感动，很感恩。那也另外一个还有时间的话，我再讲。另外一个我的成长就是，确实比较敢接受挑战。我是个安全牌的人，我是个好人。在我走完徒步环岛的时候，有一个隔壁电视台的人跟我敲一个全英文的通告。来，隔壁电视台。这个不行啊！没机会了。隔壁电视台这太难了啦！抖音来，我这个机会让给你。不是什么都可以抢。抖音你来，巴德路吗？还是对啊？你隔壁电台离这边最近的，你举一个例啊？那你说啊？你青菜公马屋？你说啊？跳过来。台视中天都在这附近啊，一起。就说台北就好啦。台北有一个电视台，他跟我敲了一个全英文的通告。按照我这个安全的人，我一定要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并且我自己觉得我的英文超台的，不适合上节目，所以我马上就 say no， 我不要接这个通告。可是这不是我以前会做的事情，就是我5分钟之后打电话回去要回来。我说我想上。勇哥你想上？我说我想上，因为我觉得。我连出国旅游都讲英文，为什么我要在台湾要怕别人笑我讲英文？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一直在身上发生，就是我变得胆子比较大，自我挑战。对，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怕丢脸，没有这么怕觉得尴尬，这些很大的改变。改变。来，我们请教一下完全不知道那个地标的吴美玲老师，哪些姓名笔画的人一旦决定了就会专心一意？其实会专心一意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企图心很大的，一种是比较能够他有点带一点孤独，能够孤独去成长专业的这个哈，有两种。我们先来看卢中这种好了，这两种其实性格是差别很大，但是都是做事情非常的专一的。我们来看这种的哈，下排牙齿是整个在外面，然后我吃东西的时候是都没有办法咬断，例如说牛肉面呐、我们都咬不断，我们都要用后面的牙齿去拉扯，然后所以可能就会，例如说胃食道逆流啊，然后开始蛀牙。所以你不是为了漂亮做的，是为了健康。漂亮是副作用，不是你变漂亮。就漂亮是副作用，但是很重要。对对对，漂亮是副作用，可主要是真的是吃不到东西。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挑战吧大神麻将手游即刻下载。先来看卢中这种好了，这两种其实性格是差别很大，但是都是做事情非常的专一的。我们来看这种的哈，
这个呢，不管哪一个格局里面有七画、十七画、二十七画、三十七、四十七、五十七，有这些笔画的人，像卢中你就是总格十七画。对，十七画的笔画、嗯、没错。独林哥也有十七，你三十七也算，也是七，也是七。但是里面哈，这些七最孤独的是十七。哦，哎、欸，孤独啊！你看，最孤独的是十七。十七的人呢，他一个人为什么能够专注？他可以自己跟自己相处，我可以而且喜欢自己跟自己相处、哦，喜欢自己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嗯，所以因为他可以自己独处，所以他可以做事情很专一。嗯，因为一个人要完成一件事情，不能朝思暮想。比如说像朵琳，他学芭蕾舞的时候，他就一定要专心把它练到好为止。很多做专业都是这种格局，因为他能够自己独立的时候，他才能够对一件事情专一，而且他会重复去做一件事情。很多人是无法重复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有专一，有这个专注的这个持续力，所以他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卢中，你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的话，你是无法完成的。哦，而且时期的人，他可以自己跟自己对话。是，你走到一半的时候会觉得到底该不该，然后你就开始跟自己，开始自己讲，而且我会讲出声音来，你会说服自己。时期跨的人会说服自己，我必须这么做，而且我必须要这样走下去，我必须怎么样？必须，我若不这么做的时候会怎么？人最怕就是放纵自己。你知道很多人为什么他一辈子都做不好？嗯，那十七画是没有办法放过自己，但是二七的那种霸呢，是就是说一定要完成的。嗯，我绝对不能输给任何人的那种完成。那我们再看另外一种，另外一种这种比较专注，这又是不一样。这种就是企图心很大。嗯，一个人要专注，如果没有企图心，其实他也很难完成的。我们来看这种的，来。这种就是有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三十四、三十六的人，这些人的专注呢？这些人的专注是他人生一定会从小就有他人生的目标，会设定好他的目标，设定好我像有的人就是我长大我一定要赚大钱，有的人是我一定要做大事业，有人说我一定要买一个豪宅，或者是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当你有必须的时候，你有需求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开始专注，你就会开始做好所有万全的准备。像亚兰杰也有这个，独林也有这个。嗯，这种就是说从小就会有梦。有的人到五十岁还问我说：“老师，我做啥较好？”他还找不到自己，他还找不到梦想。但这个他会有一个目标。嗯，像独林从小就说：“我要买房子，我要买房子。”所以他就一直买房子。我要做马文才。你看亚兰杰，他就会想要把台湾的文化推广下去，传承下去。所以有这些笔画的人，他是属于那种他有很强烈的企图心，我一定要完在人生当中，我一定要完成一件什么事情。就像说有人要坐火箭，我要移民，我要怎么样，我要让未来人的车子全部都是开在天空上的，所以设定目标又有执行能力。对，要有这样子的人，他才能够专注做好一件事情。嘿，嗯，好，谢谢老师。哦，来来，我们今天另外一位特别来宾是我们的韶文，从娱乐线的记者转战 YouTuber。嗯，哎，很成功哦，超成功。目前粉丝量订阅率是多少？好像快五十万吧。吓死了！哎呦，很强哎，很强很强。然后他也是设定目标。最近完成了自己梦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花了五十万。对，但粉丝量有多少，他就花多少钱去做什么。啊、原来如此哦，一人一万哦，一人一万五十万哦。是哦，没有啦。然后他去做了一个他想做很久的正颚手术。嗯，正颚手术就是你看到写厚道有。对，如果说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以前的下排牙齿其实是排在外面的，嗯嗯，然后其实长期是咬不到东西的。人工得到气啊呢，嗯，哎，韶文，你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你正颚手术的照片是不是？好，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天啊，新闻节目啊，我的天哪、啊！这还有什么新闻？等一下，大家看一下哦，你给我们画这个什么东西啊？没有，这个是眉毛啦，这个是鼻子啦，哦、这是两个把嘴巴撑开来的。其实已经变色过，因为太可怕了啦。嗯，然后这边，因为其实大家问说伤口在哪边，都是在这一条里面跟这一条里面，然后这边全部都是钉子，然后把它撑开再开始开刀，这样子。就是在牙龈里面。对，但是我翻开是这样一整条。
那你要全身麻醉吗？全身麻醉，痛这也算大手术哎，很大，这很大的手术。所以这是开刀中他们帮我拍下的那个画面。嗯，然后我后来醒来看到，我也有点吓到，因为鼻孔这边还被插管，嗯，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开一整片这样，这是你原来？对，这是我原本。其实原来，哎，原来嘛碎碎的。对，只是因为下排牙齿是整个在外面，然后我吃东西的时候是都没有办法咬断，例如说牛肉面呐，就我们都咬不断，我们都要用后面的牙齿去拉扯，然后所以可能就会例如说胃食道逆流啊，然后开始蛀牙。所以你不是为了漂亮做的，你是为了健康。漂亮是副作用，就是也变漂亮。对，漂亮是副作用，但是很重要。对对对，漂亮是副作用，可主要是真的是吃不到东西。健康。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我以为我都是鼻子过敏，后来我去照完 X 光，医生才告诉我说，因为我的下排牙齿的骨头一直往外嘛，然后上排牙齿就会去追它的骨头，所以导致这个呼吸道的空间不够用。所以我就开始鼻子过敏，然后黑眼圈变深，然后没办法好好的呼吸，可能最严重会有一些呼吸中止症啊，然后说话也会鼻音比较重，会。所以看到这个图，我自己也有吓到，是我原本以为只是后道，后来才发现上面骨头为了要跟它，所以也出去了。所以最后，因为其实很多人做完这手术没有我那么痛，是因为他如果只是后道，他只有开下巴。可是后来我照完 X 光之后，医生跟我说我是上下都要开，就连上面，因为原本可能是这样子，他要反过来之后再整个拉进去。那要把两边要切掉一点骨头，把它推回去固定住，对，再变成原来是下包上了，对，原来是。地包天，下包地包天了，对对对，然后把它变成还是要天包地，然后还要调整它的咬合，一起拉回来，一起拉回来，听到都痛了，蛮可怕的。那医生有讲说，其实这是一个大手术，有啊，其实这手术超级大，其实风险也蛮高，因为包含全身麻醉，然后再加上其实恢复的过程也蛮多，例如说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我这边都还是麻的哦，因为它其实神经都被切断了，还在接回去，还在重新长。然后现在，而且我觉得最麻烦的是，我现在时不时会偶尔会流口水，有时候我这样子，然后就流下来，然后这边都没感觉。然后因为其实本来最好的情况是18岁就要做这个手术，因为骨头一长好就可以做。可是因为后来发现，一方面太花钱，然后再来休息可能就要休息1-2个月，因为那个时候太想要去工作，还在念书工作，没办法，所以后来就没有动这个手术，直到我到今年2月32岁的时候才动这个手术，这样子。谢谢韶文，请回座。哇，真的是大手术哈。这个手术其实需要一直思考，一直思考跟勇气吧，因为大手术生命有风险，对，而且后面的恢复期其实也很痛苦，你恢复期怎么吃饭，这些事情工作怎么处理，这些都要搞定吧。一开始动完手术的1个月内几乎都只能喝流质的，然后到后面可以吃一些简单的粥啊、蒸蛋啊、仙草啊、布丁啊这样子，然后你看最肿的时候这个蛮可怕的，这个是刚开完，刚开完然后醒来的隔天，好像郑泽仕，有，对，他还出了个头，然后后面都又越来越好了。Day one， 对 ，Day seven， 哦，第7天，第8天渐渐消肿，慢慢像红细胞，7-8天就蛮好看的了。哇，现在30天，你流质也喝很多哈。都30天了，没看你他散，哎呀，没看你他散。因为那个医生他们都有一直跟你说，你开刀前要把东西吃好吃满哦。我就每一天都在乱吃东西，因为他就说你2-3个月都不能吃你想吃的东西这样子。我光植一颗牙就掉好多，对，不知道几公斤的啊。你这样整排你没有瘦下来？我有瘦10公斤，你有瘦10公斤？可是因为我开刀前又先胖了15公斤。他先储备了战斗的能量，像牛一样，要先把它存好，到时候再慢慢反出。也是有道理的。那你有一个心理的过程，说不知道会不会好，所以这是一个心理的自我的挑战。应当够开阔的人，他讲，我脑袋已经想清楚了，我把很多事情前因后果，或者是我前前后后该有什么目标、什么步骤，我都想好了，然后我就是去做。因为想没有用，想必须要一起去做，做才能够踏出你的舒适圈，是靠做不是靠想。这个面向的特质呢，就是眼睛要非常有神，我们讲目光有神。对，像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我们都在挑战吧大神 APP 一起开房插花碰碰壶，等你哦。
说你有一个心理的过程，说不知道会不会好，所以这是一个心理的自我的挑战。对啊，因为其实在那个过程中医生都会跟你说你后面会大概3个月都是很肿胀的，包含到现在都还没有退完，所以那时候3个月几乎没有工作，在家里的时候其实会觉得说哇到底要干嘛，然后早知道18岁就去做。对啊，18现在是自己赚钱，18岁知道家里拿钱，那是很大一笔预算的。对，因为刚好因为家里没有那个预算，所以以前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20岁的时候我偷偷去检查过一次，然后我光那个时候5000块的，你自己偷偷去检查？对，我不敢跟我家人讲，怕家人伤心，怕他们觉得我很想做可是他们又付不出钱的时候，他们也难过我也难过。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要去当记者，我觉得哇这样口齿不清会不会没办法当记者，然后我就偷偷检查完之后花了5000块的检验费，后来他们说这个5000块后面要变成40万，我就说啊那我还是先不要做好了。因为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人他可能是贷款去做这个手术，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哇很容易被笑啊被排挤啊这样子，可是我想说可能没有到那么严重，我就等到我觉得真的有这个预算的时候再来动这个手术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朋友之间有人做了这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觉得做朋友的那个鼓励哈跟加油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小文你做完手术之后，有网友就说厚道比较好看，我觉得这实在是这个就让你说了重话，是不是？我觉得心情很复杂啦，因为其实你以前就是长那样的时候，也没有人特别说你好看呢、啊。啊，你怎么一动完突然大家都说以前比较好看？我说啊，你们以前刚好不讲。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刚好那时候又在恢复期，因为你毕竟是整个2个月你都关在家里面，然后没有什么事情做的时候，你当然每一则留言你会特别看得更久，然后越看越觉得说哇，进到心里，我这么辛苦每天痛，因为那个痛其实是我半夜1个小时会痛醒一次，因为其实它的痛其实除了骨头的肿胀之外啊，我们的鼻子里面全部都还是血块，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只能用嘴巴呼吸，可是嘴巴呼吸大概1个小时就会干，太干了之后喉咙就痛，痛了之后就会醒来，然后醒来之后你又不能喝水，因为嘴巴只能开到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拿那个有点像滴管一直抽那个水，一次就只能抽个5cc 10cc， 然后这样子倒进来滋润一下。然后最痛的是还不能吃那个止痛药，因为止痛、不是，因为止痛是一颗，它要先磨成粉，再加水，加完水之后你又太苦，超苦，又再加一点点饮料，然后变那么大一杯，越喝越苦，然后再加一点，再又变那么大一杯，所以其实那真的每1个小时痛醒一次，然后这边全部都是血块的时候，其实那个过程应该要至少2个礼拜都是蛮辛苦的那个晚上，然后再看到很多留言的时候，你当然会有点心情受影响，觉得说哇。我期待那么久，我想要做这件事情，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对的。尤其他的恢复期又相对的这么长，要到3个月，包含到现在我这边其实都还是蛮肿的，所以就觉得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或者是能不能够越来越好这样子。对，会心里有一点还是在7上8下，会好啦，会好啦。对啊，现在有慢慢看到一点点轮廓了，就是没有像那个时候那么肿了啦，所以现在就心情有比较好，很蛮多。是今麦看你头大面素红啊，面相很好，对不对，丽华老师？对，小文现在面相是变得很好。我觉得，因为他的那个整个还没有消肿，可是以他本来之前的面相，我们之前有看了一下，看了一下他的，其实他的我们这个叫地包天，就是我们下排的牙齿包住了上排的牙齿。其实地包天的面相呢，它只有一个优点，这个优点就是我们下巴会比较突出，那就俗称厚道，不能太多、哦，就是部分的厚道。但如果我们的厚道跟我们的额头是有相配的。好，有相配的，这样子我们晚年的福气是很够的。哦，对啊，这是优点。有人说这边下怀好吼，出息带灾口。样哥有优点，并不代表他没有缺点。他的缺点就是因为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嘴巴是我们的出纳官。好，出纳官包括财，包括就是还有牙齿的咬合跟身体健康也很有关系。是是。对，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我们在面相上有一点，就是我们讲地包天的面相，男生女生不同论。好，男生的话他是比较行动力比较足，所以他很容易成功，因为他比较冲，比较能够坚持。可是女生的话，她感情姻缘都会比较不顺，所以地包天的面相呢是男女不同论。可是，在男生来讲，他也会有一点波折。
跟就是明明是好事要到前面来，你如果没有那个，为什么会坚持，你知道吗？因为你如果不够坚持，波折一来你放弃了你就没了。好，这是一个相对应的作用。所以地包天并不是完全不好，可是你把它矫正过来，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你的身体一定有帮助。因为我们的牙齿，如果说我们常常说马齿徒长，马齿徒长，然后有时候老当益壮，就说他的牙齿坚固就会老当益壮。他的状况，如果他牙齿，因为我们会有一个讲法叫用进废退，有用有使用，你牙齿有好好的使用它，它会很坚固。但是牙齿如果长久不用，它可能还不到它应该掉的年龄，它就掉了。掉了之后，老人家如果牙齿很早就掉，然后装假牙，他老年的那个身体健康跟运势状况就会比较差一点点。因为你下巴非常的够，好，下巴非常够，刚开始看的时候，因为我们看你的照片，它是有一点点歪斜的，有一点点歪斜，那可能在我们的工作方面，奴仆宫会比较弱一点点。好，那晚年的运势也会比较弱一点点，可是你并没有很歪斜，所以这个不会太严重。可是呢，就比较容易有一些口舌是非，所以你必须靠嘴巴吃饭，而且呢，你的反应必须要很快，因为你要迅速的回击那些攻击的言语。好，这是你本身的这样子的一个面向的一个转变。对，好，那如果说哪些面向的人呢，会勇于踏出舒适圈呢？能够勇于踏出舒适圈的这个面向呢，首先他智慧、聪明、实践力行。那他是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他天庭要够饱满，然后他的印堂开阔。为什么天庭饱满？我们大家都知道，天庭饱满表示他聪明、会想，早年运也不错。可是呢，聪明、会想、运势不错，表示你过得其实不错。然后印堂开阔的人，他会想，但是他不会顿呆。我们讲顿呆就是我想一想，那我还是用想的就好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印堂开阔的人，他想了之后他会去做，那印堂如果不够开，他会一直想，但是会想到一些比较负面的，就是他会先想失败，如果失败怎么办，如果这个做不成功会不会被人家笑，然后如果我这样子的路走不成，那我可能就是还是没有办法想要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印堂够开阔的人，他讲我脑袋已经想清楚了，我把很多事情前因后果，或者是我前前后后该有什么目标、什么步骤我都想好了，然后我就是去做。因为想没有用，想必须要一起去做，做才能够踏出你的舒适圈，是靠做不是靠想。想呢就是空想，大家都会想。好，那第二点呢我们叫做认准目标，斗志昂扬。这个面向的特质呢，就是眼睛要非常有神，我们讲目光有神。对，像如中哥现在睁大眼睛非常的有神，其实如中哥的照片每一张他的眼睛都是灼灼有神的。因为我也是如中哥的粉丝，对，所以就是我看他的照片，他是眼睛非常有神。眼睛有神的人，他会比较坚毅，比较坚定。好，他会觉得说没有关系，我就是别人不认同，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对的，然后对的我去做就对了。那眉角飞扬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特质？眉角飞扬就是我们的眉毛的下面后面它是往上长的，往上长的。眉角飞扬的人他比较斗志，也比较不服输。什么叫不服输？就可能像如中哥，他走到一半他可能很想放弃，可是我就觉得说不可以放弃，因为我放弃我就是对这件事情认输，我不能对这件事情认输。我要挑战的是什么？我不挑战别人，我挑战的是我自己，我挑战的是自己的极限。所以要踏出舒适圈，他必须要有这样子愿意挑战自己极限，愿意挑战自己，而且呢他不是跟别人比，他要跟自己比。好，这是第二种面向的一个状况。再来呢，在半夜两点的时候睁开眼睛，整个家是相反的，我觉得不对劲了，那就是狂吐，我觉得不对劲，我就去请求我妈妈说，妈你不要紧张哦，因为半夜敲门，妈妈已经紧张死了，妈妈你不要紧张哦，我可能要送医院。什么？你要送医院？开始咬我，你不能咬我，我晕到不行，你怎么了阿忠，你怎么了？所以这促使我以后有任何事情都不要告诉妈妈，因为眩晕这种事情就是不要移动它，不要让它动怒，不要有任何的情绪的起伏。
再来呢，我们讲第三种呢，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常见，就是勇于挑战，坚毅不屈。我们讲说鼻梁够挺，山根够高，然后两拳要丰隆。鼻梁挺的人，其实大家都知道，鼻梁挺他本身他比较有自信，他也比较对于自我比较肯定。有自信的人本来就是会做很多很多的事，山根够高的人他才会不会被旁人所左右，不会说哎，别人跟你讲什么好吧我就算了，或者是A 跟你讲说、你不用做，像可能关关你在做这些手术的时候，大家说一定很痛吧，你这样子做了你也不知道说未来会不会像你想象的这样子，可能有很多的杂音告诉你说可能会失败，或者可能没有办法，像因为动手术它是不可逆的，所以你动手术之前可能你会不知道它最后的结果有没有像我们 3D 影像出来这么的好，可是你就是去做了，因为你其实山根够高。好，再来为什么要两拳丰隆，就是我们要有能力鼻子够挺，够挺表示我们自信心够，可是如果鼻子挺两边的颧骨不够，就我们自我感觉太好，自信心过高，可是我们能力没有办法配合，所以呢我们鼻子高之外，我们两边的颧骨要互相配合，配合之后我们又有能力，好，我们又有自信，有自信朝着我们的方向去做，那我们这个能力呢能够搭配合上我们的自信，就不会流于就是我想得很好，然后做呢就是说的时候天下无敌，做的时候无能为力，就是你两拳不够的时候的状况。所以我们两拳只要够高，然后我们就可以勇于踏出我们舒适圈，而且并且能够得到我们的成功。好，以上跟大家分享。来哦，接下来聊到如中先前照顾父亲，对，然后因为长期的压力得了眩晕症，是送急诊。我爸走了以后，我开始照顾我妈。我妈有几次的手术跟老化，然后就开始照顾她。忽然有一天，我就天旋地转，在半夜两点的时候睁开眼睛，整个家是相反的，我觉得不对劲了，那就是狂吐，我觉得不对劲了。但当下也不能叫妈妈，妈妈老了，所以我撑了两个小时在那边不能动，爬去厕所吐回来，不行还是要送台大。我就去请求我妈妈说，妈你不要紧张哦，因为半夜敲门妈妈已经紧张死了，妈妈你不要紧张哦，我可能要送医院。什么你要送医院？开始咬我，你不能咬我，我晕到不行，你怎么了阿仲，你怎么了？所以这促使我以后有任何事情都不要告诉妈妈，因为眩晕这种事情就是不要移动它，不要让它动怒，不要有任何的情绪的起伏，所以这件事情就要自己面对。然后我开始发现这个眩晕跟着我的情况之下，我好像连照顾妈妈都没有能力了，我没有力气了。然后我就上了命运好好玩，土林哥就鼓励我说，这件事你要说出来，你要说出来，你要跟你的兄弟姐妹分摊这个责任，你要走出去。当下因为妈妈看到这个节目了，兄弟姐妹也看到这个节目了，所以他们好像觉得外人讲的比较准，哦，有一个土林哥，有一个艺人讲，这件事情好像要听进去。所以我做了我人生第一次向家人的求救，是因为我们家有吕家的群组，我就跟我哥哥姐说，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什么是眩晕，但是我倒下了，你们得接手。我哥姐居然接手了。所以现在的状况是我妈妈跟我住半年，跟我姐姐住半年，所以我才能够走出去，是因为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一开始妈妈也是觉得我超级不孝，可慢慢老人家适应了，也可以跟我姐姐那边的儿女，就是她的孙子孙女玩，慢慢她就可以接受，所以她现在已经很习惯半年住在我家，甚至有时候是三分之一个年份住我家，住我姐姐那边，她是越来越习惯。哇，很孝顺哦。你没有，真的没有。然后另外，如中说你有一个感觉是你觉得让自己保有年轻的心，妈妈就不会老。我从小就是老妖，就是才艺于精的角色啊，我又是可能会传播圈，又会演讲，所以我会模仿嘛，所以家里嘻嘻哈哈的都是我们家是个非常严肃的家。老妖可以逗老人家快乐，那我看起来越老妖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越不老，这是我的感觉。再加上我大概十年前开始运动，我们吕家完全没有运动神经哦，所以我在十年前开始从50公尺开始跑步，每一天加10公尺，到现在可以跑半马跟全马，就是慢慢磨练。我没有运动细胞，但是我让别人觉得好像你可以靠磨练跟用功的方式让你的身体变好。所以我的家人，尤其我妈妈会觉得，
哎、欸，阿宗，你真的背影看起来不太一样，哎，就跟我们家不太一样，你怎么变得比较黑，嗯、然后背比较厚，就你跟我们家的形状高高瘦瘦就是完全不一样。嗯，再加上我常年都没有吃得很重咸重辣，我也为了保持自己的身材不要太差，我也可以自己做一些保养。但这些对于我这一位比较肥胖的妈妈，她是听不进去的。你怎么劝都会变成不孝顺，你怎么讲都会变成唠叨。所以最后就变成我用行动来做，我行动告诉你我怎么吃，告诉你人生还可以跑步，人生还可以重训，人生可以徒步环岛，人生可以去旅游，不是人生只要待在家里看电视，不是人生只在家里买菜做菜给阿中吃，不是这样的人生。那我妈听不进去，可是她知道我年轻，但她听不进去。直到去年九月，她心脏衰竭，她倒下了，变成她这次最严重的倒下。那个时候医生是规定她有30天，你得躺平，你不能立起来。哎呦，哦，非常痛苦。大家去试试看，你躺平一家一天24小时都受不了，你要躺30天，大小便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躺平的坐啊，都不能下床啊，不能，心脏衰竭可以这么严重，就是要你休息。这个让我妈妈吓到了，就你劝了这么多年听不进去，什么叫减肥，你不要再阻碍我吃了，你们都是唠叨不准妈妈吃，妈妈这么苦。好，现在终于让她倒下来了，她开始怕了。我妈妈现在减了10公斤，自然而然姐也变得年轻了。她终于知道，哦，我儿子为什么需要运动，儿子为什么需要少吃，因为她现在也发现当她这么瘦的时候是这么的年轻啊。她说你妈妈你好漂亮啊，加上我又会修片，她都不知道我修片把她修的完全都没有皱纹，而且这儿子怎么这么会拍照，还有在看这个电视，这一段不要看，谢谢。就是她怎么会，我的儿子都比我的大儿子跟二女儿还会拍照，因为我会修啊，他们不会修片啊。所以她慢慢的会从我这边得到了更多的快乐，然后也更年轻。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做到的事情。哎，刚刚听了你还是有给他一点想法，超多的好不好？对不对？真的，吴宗来，你也是有正能量的人哎。哎呦，我私底下比荧幕上正能量。干嘛突然害羞起来了？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白宇老师，哪些星座的人最会散播正能量？是，哎，看看有没有赌林哥呢？那正能量这件事情其实是十几年前就开始慢慢的从哈佛大学什么流传开来嘛，在这之前就是什么心灵鸡汤。那正能量其实传播久了之后，大家会害怕它，就是如果有正能量，是不是就是 peace and love？然后就没了，然后好像就是说话就是跟金句一样，这个梗说了跟屁话一样没有用。所以最后有一个新的研究叫做毒性正能量，就千万不要跟我讲正能量的事，告诉我怎么赚钱，怎么有效率，怎么样让我成功有自信，怎么样让我有人脉有爱情，这才最重要。所以现在大家想说，哎，散播正能量的人可能他是有目的的哦，背后可能业配了什么东西。那反过来说，其实真的有三类人或者三种状况呢，他是有真心让我们感觉这个正能量是舒服的。那在这三种呢，我们挑出了三个很厉害的代表。那也许你不是这个星座，但是你有这样的特质，我们来看一下哦，参考太阳上升和水星。先看第三名，巨蟹座。真的吗？巨蟹座如中老师哦，是太阳和上升都是巨蟹。是。还有我们看是怎么样散播正能量呢？在细节中给人温暖啊，是。有一个作家他讲过，什么叫做给人温暖，什么叫做体贴，就是让人不觉察的体贴。不知不觉。对，我觉得巨蟹就是这个代表，就是我很细腻的去观察你，看你的需求，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我给了你最想要的，但是呢我让你没有觉察，我让你的自尊心没有受挫，我也没有让你觉得说我一定要让你谢谢我，这些非常细腻的过程。当然这个心力或者是内在的消耗能量的能力是非常重的，也就是为什么看到巨蟹座常常就是出去2天回家5天然后就看不到人。那在这里就是散播正能量，我们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有一类人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很舒服，是他花了很大的心力去做这件事，然后去关心我们。那这种体贴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在至少我们要对自己最关心的人要这么做，因为这样子当我们哪一天需要的时候，
就好像如中老师需要的时候，哎，笃林哥就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给他一些建议，让他感觉到被点拨了。对，那在这里就是正能量的循环。来，我们看第二名，因为电视台也没有遇过那么大型的裁员。我记得那时候主管是问说，有没有人想要走，他可以让你走，然后可以给你资遣费。你每天看同事都觉得是你走还是我走，就是。因为总要鱿鱼游戏啊，我的天哪，总要有人走嘛，对啊，鱿鱼游戏，因为你不走就我走，我不走就你走嘛，那不然就是大家拖到最后等主管宣布。对，可是我很不喜欢那种等待被决定的那种感觉，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那不然这样好了，我走好了。二名，狮子座，哎，狮子本身它是很，绍文的上升是狮子，就狮子本身就是一个乐观的星座，它是怎么样的乐观呢？就任何事情在它的肚子里面消化一圈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很大太阳，如日中天，夏天的感觉。那这种乐观其实呢，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哦。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位大作家也是哲学家，他有讲过，真正的乐观是什么？他知道悲观之后，在悲观的这些摸爬滚打里面，让自己强壮了，有勇气了，然后变得乐观。如果不懂悲观的人，他的乐观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是表演的，是表演的，只是外表的，很薄弱的外显。对对对，很薄弱的外显，是很表面的，对，不是很内在的。所以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有点像什么？老子思维，知事而为。我知道人性的弱点，我知道这个世界的肮脏，但是呢，我也知道怎么样让自己重新建立自己的原则和建立自己的边界，把自己弄好之后，再帮助周围的人一起分享。这种散播正能量是非常有力量的，而且是非常持续的。我相信50万的粉丝不是白来的。对，是是。好，那我们来看第一名。牡羊座，牡羊座稍微的太阳水星都在牡羊嘛，好，好，为什么没有赌林哥呢？你水星在哪里？我水星在水里，好的，天蝎，天蝎，你没看我跟你还蛮合的，看得出来。来，的挫折中保有正念，为什么呢？牡羊座其实最厉害的一点是十二星座，或者说我们大家都可以学习的，就是它简单而真实。简单而真实，这是小孩子才有的状况。牡羊座在十二星座里面排在第一个，也就是他某些地方很幼稚啊，很自我中心呐，像小孩一样。但反过来说，经过岁月的历练，在他自我中心被修正之后，小孩子的幼稚被累积之后呢，他在挫折中慢慢的把自己所有的繁杂的思维全部都脱掉之后，剩下的最终的那个最简单的，也就是我们人生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有点像日本的经营之神嘛，他就讲说，哦，我经营企业最成功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小学生的一些守则，正直啊，善良啊，保持简单。所以其实正能量很简单，就是我们心里面国小的时候种下的那些种子，只是我们现在在需要的时候有没有记得，在旁边的人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这些力量分享给大家？好，这就分享给大家，正能量其实很容易去取得的。如果你现在在低潮期的时候，左右看一看，其实有很多力量可以帮助你的哦。来，我们这边问一下哈，韶文原来是一个记者，然后转战到全职的 YouTuber， 这个要很大的一个勇气耶。这一路走来看似顺遂哈，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关卡，所以你经历过两次低潮期。第一次应该是原本在当记者，跟 YouTuber 无关啦。我记得那时候在电视台上班，然后那时候刚好遇到那种有点像是媒体的那种转换期吧，就刚好电视台要裁员，然后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电视台也没有遇过那么大型的裁员，我记得那时候主管是问说，有没有人想要走，他可以让你走，
然后可以给你资遣费。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办公室的压力是气氛是这样子的。你那时候比如有十个记者，他要采多少？我觉得至少好像只能留四个吧。哇，十个留四个。我们那时候好像是13个要留8个，反正大概一半啦。哦哇。然后我觉得比较气氛很紧张是面面相觑，是因为你每天看同事就觉得是你走还是我走。就是因为总要鱿鱼游戏哦，我的天哪，总要有人走嘛，鱿鱼游戏，因为你不走就我走，我不走就你走嘛，那不然就是大家拖到最后等主管宣布。对，可是我很不喜欢那种等待被决定的那种感觉，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那不然这样好了，我走好了。所有人心里在哇塞，哎，我走还不够嘞，还不够，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是中间那个月很紧张的去找工作，然后真的直到确定了有新的工作之后，我再回来跟他们说，啊，那要不然你们如果都没有人要走的话，不然我走好了。然后后来我才走，可是我觉得那个心情是，其实你也没有真的想走，可是你觉得如果你不走，最后还可能是你走的时候，心情更差。对。所以就觉得，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我们选择了被资遣，可是其实是没有人想要面对这件事情。尤其那时候我才25岁，然后我也不敢跟我家人讲。我记得那时候我带着一箱行李箱回家，然后我爸以为是我前一个礼拜去上海出差的东西，现在才带回来。他说：“哎，怎么行李箱过一个礼拜才带回来？”我说：“没有，那是我办公室的东西。”你们不是你才被邀请去出差，怎么会下礼拜你办公室东西带回来了？我说因为办公室其实我觉得压力太大了，那总要有人走，倒不如我选择拿那个资遣费好了。可是其实没有很多，因为我才这么年轻，月薪那么低，做不到2年，资遣费加起来也不到一个月啦。可就觉得哇，如果与其被别人去选择你要走还留，我觉得倒不如把这个掌控权找回来。然后再来第二次。也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转换期啦，因为那个时候刚第一次是从传统媒体，从电视台开始慢慢的比较没有那么热闹的时候，然后后来其实我们去做了新媒体，每天在网络上写新闻，后来又到了一个自媒体起来的时候 ，YouTube 那么多 ，KOL 那么多，然后我们写的新闻又没有那么多人看了，我又觉得好像。而且那个要自己等于自媒体等于是自己出钱当老板，自己要拍，所有东西都要自己花钱的。对啊，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就边拍边做，我记得就是几乎每个月记者的月薪下来3-4万，我就全部拿去外面找了一个剪接师。然后我就把那一年我几乎没有存到钱，因为我这么爱存钱，居然存不到钱，我就把钱都拿去给剪接师，请他们帮我剪片啊，然后每天在初剪啊、企划、后制啊。我记得刚开始离职的时候，其实一定会很多人会不看好你。就会觉得说，哎呀，你记者当得好好的，那么光鲜亮丽，每天可以遇到那么多大明星啊。可是就觉得，好像还有一件事情想做，没有完成，所以才一直努力的把自己的频道慢慢做起来。后来因为频道慢慢有流量之后，然后那些艺人发现，其实有时候上传统媒体跟上新媒体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是他们反而会自己过来说想要上频道。艺人的经纪人在说，哎呦，韶文怎么没说啊？原来你在这里呀、啊！哎呦，不然我们早就来支持了。可是其实那都是后来你频道有人看，对，之前才不可能呢、啊。对，你很会模仿那些讨人厌的嘴脸呢、欸，你就是那些人吗？我认识很多那些人，真的，因为刚开始频道没人看，他们都是这样讲。然后后来你中间都敲不到他们，然后到过2-3年频道变得比较多人看之后，他们就会开始来，就说、啊，我们也要来啊什么的。哎，50万真的不简单呢，厉害，很棒。哎，赞赞赞！我们请教一下廖玉花老师，哪些生肖命格的人不向命运低头，能够坚持梦想？他就是会面临关卡，他认为是挑战，而不是他的我们讲说极限。好，然后不断挑战自己的天花板，才会看到下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来，我们首先看生肖属蛇。然后在农历7月的寅时出生。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生肖属蛇跟农历7月还好不是嘛哈？对，差一点点，因为属蛇是巳，农历7月是申，巳跟申它是相刑的，但是它又相合，它是六合，但是合中带刑，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好的，但是里面暗潮汹涌。那在这个寅时出生的时候呢，它会带有一个叫做官符劫煞。
这个官府劫煞就是非那些小人或者是扯后腿的事情特别多，所以呢，它会变成绞尽脑汁、机关算尽。我必须说了，我们的命格碰到我们的运势是很重要的。有这样命格，我们有好的运势，运势好，它就会变成曹操，因为这是枭雄性格，他就会不断的想，不断的去思考，说我要怎么做，怎么样去进行，怎么样去。沙盘推演，去找出自己可以走的路。因为我们成功当然包括方向跟努力以及我们的机运。好，那第二点呢，第二个接下来想改变现状的人注意了，我们要灵珠占卜，未来一个月在哪方面可以改变现状呢？好，我们凭第一直觉，未来一个月你在哪一方面能够改变你的现状？我们看第一组，第一组就是一颗对一颗，第二组是两颗对两颗，第三组是四颗对四颗，第五组是五颗对五颗，第四组是五颗对五颗，第五组是六颗对六颗，来凭第一直觉。那第二点呢？第二名呢，就是来看我们的生肖属马。在农历五月的午时出生。哦，这个叫什么？不甘示弱，扑薄向上。那生肖属马在农历的五月五十呢，它这个有带双将星，而且发现两个都是五。农历五月呢是五，然后农历的五十也是五。五跟五呢，它有个字形，而且它会有一个叫做福盈的现象。所谓叫福盈现象，就是两个天干地支相同，如果只有地支相同，它的冲击力比较小一点点。如果是天干跟地支一模模一样样的话，这样子的状况碰到某些机运的时候，你可能大起，也可能大落。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碰到有些难关的时候，你的难关会比别人强。可是你突破难关，你突破之后，你更上一层楼，那个格局就会比一般人再更强。而且呢，基本上这个带双将星的人，他不甘平凡，不甘寂寞，不甘平淡，所以呢，只要有机会，他就觉得说我不要待在这里就这样子庸庸碌碌一生，我一定要找到机会再往前冲。好，那最后一个呢，我们讲第一名呢，就是生肖属牛，在农历十二月的丑时出生。那这个叫什么呢？孤芳自赏，岁寒绽放。生肖属牛在农历的丑月丑时出生，大家会发现呢，有三个都是丑，牛也是丑，所以这个呢会有一个叫做福盈的现象。这个福盈刚刚有讲解释过，那大家可能比较不理解福盈的话，就是假设属牛冲太岁，一般正常的人他冲太岁冲一柱就冲生肖，可是呢碰到你看到丑月丑时的话，他的冲太岁是从三柱，所以他碰到的冲击跟一些磨难会比一般人更多。可是呢，他的冲击磨难呢，其实是他人生的养分，必须要经过这样的冲击、这样的锻炼呢，他才能够把自己就像钻石一样，把自己外面的杂质磨掉，磨光了之后，我们才会看到里面真正的钻石。那只要来的磨练更多，他把自己的锻炼、他的基础、他的养分更充分，碰到机会他就扶摇直上，就能够得到他最后的成功。好，以上跟大家分享，谢谢老师。好，接下来想改变现状的人注意了，我们要灵珠占卜，未来一个月在哪方面可以改变现状呢？好，我们凭第一直觉，未来一个月你在哪一方面能够改变你的现状？我们看第一组，第一组就是一颗对一颗，第二组是两颗对两颗，第三组是四颗对四颗，第五组是五颗对五颗，第四组是五颗对五颗，第五组是六颗对六颗，来凭第一直觉，稍微四五中五，丁华老师，我要五六六大顺，你要五四预备一，宇宙赐给我力量，一二三，五号。五号，我三号，哎呀，没选，一二都没人选，一二都没人选。好，那我们来开。讲啊，朵琳哥会生气哦。
我们来开那个韶温的好了。好，我们看看你在，讨厌，看看你开始干嘛那么神秘、啊？对，气氛让人很不，反正他不是都要讲完的吗？气氛让人很不舒服。我们骂老师、啊，生气了，生气了。因为这句话，我们就把朵琳阿贝的放到最后再看。喜欢。来，我们来看看哈，你改了面相之后，你的运气如何，好吗？我们观众朋友如果跟韶温一样挑到是的话，你在未来一个月哪一方面可以改变现状呢？这恭喜你哦，这人际关系，人气耶，嗯，赞哦。我们口也为我们的财嘛哈，所以你呢这个改变之后，以后你在讲话会比较圆融的，嗯。那观众朋友如果挑到这个的话，就是说代表你现在的人际关系是必须改变的，因为很多人你以往你可能都是跟这样子的人脉圈在一起，那这些人脉圈呢一直无法为你带来未来的商机，你可能要跳脱到另外一个商圈去，或者去学一些什么新的制程、新的东西呢，你就会认识到新的人脉，你自然会创造很好的商机。我们恭喜你哈、嗯。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挑二好了。二是我们在座都没有人选哈。观众朋友如果挑到这个呢，你未来这一方面呢，可以改变什么样的现状呢？这个呢是在爱情观方面，纷纷扰扰、吵吵闹闹，这几年大家感情都吵吵闹闹，有钱也吵，没钱也吵。这代表说，而你们的争执不休，现在呢可以开始休止了哈。所以就是说，代表你们已经找到彼此的问题了，所以呢，这个你只要改变现状，大家互相退让一步，包容尊重的话呢，自然你的现状，你们感情就会调整得更好。那如果单身的人呢，也恭喜你啊，这代表说，哎，你即将有新的桃花出现，多去一些新的这些比较好的这个商圈呢，你自然就会碰到好的人脉。那再来，我们来看三好了哈。好，三的话呢是三的话是雅兰姐，哎。还有观众朋友，我们看，在哪一方面呢会能够改变现状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业，雅兰姐，恭喜你，哇，非常好，哎呦，哦，我最近都是健康，现在有事业，好，事业呢，这代表说，你的事业又有健康又有事业，那你一天你自己看 YouTube， 你测五次他们的全都有了，哦，你竟然很正能量哦。这代表雅兰姐都测五次，是不是？礼拜哦 ，YouTube 的也是一天看五集测。有啊，健康啊五，财运啊五，事业爱情啊五，小兵都五了。分早中晚测好了。来，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测到这个的话，代表说，其实现在很多人也知道你的事业现在面临瓶颈，但是你就是不敢跨界，不敢跨出去。这代表说，其实你必须要去跨界，要去跨思维，或是斜杠人生的。很多人都知道说，我其实怎么做会比较好，但是他就没有那个勇气跨出去。你只要改变你的现状，你跨出去，相信你未来会非常的好。来，那我们刚刚讲的哈，我们五把它跳过去，就最后了哈。我们来开一，这个观众朋友挑到了，我们看在哪一方面呢？你会改变现状？这个呢，我们恭喜你在金钱方面。哇，糟糕了！抖音男粉一定要把那个阿佩都丢掉了。这个呢，我们酝酿。酝酿我的正能量，翻白眼。我们观众朋友挑到这个的话，代表就是说你未来赚钱的方式是你现在所挑的方向呢是对的，所以我们恭喜你哈，继续维持你现在的方向。那如果是错的方向的话，去请教一些专家，你如何去做改变。其实呢，未来的财运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我们恭喜你。那我们现在更要恭喜的是我们现场的笃琳阿伯了哈，还有那个廖老师。还有如中哈，这个我们在哪一方面呢？我们改变现状，其实谷底也是翻身的时候，好，否极就会泰来嘛哈。所以我们来看德林阿贝怎么样否极泰来，在家庭方面，另外往后又有健康，又有财运，还有家庭。现在好多人哈都是家庭的问题。其实都是家庭的问题，比如说爸妈生病了，到底是你顾我顾我出钱还是你出钱，或兄弟姐妹的问题，或是母子之间很多的问题，都是家庭。这个代表说，你现在呢，只要能够改变你家庭的问题，其实你即将拨云见日。哦，所以我们现在最困扰我们的其实就是家庭。是，当你家庭问题解决了，你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所以好好的用心在你的家庭身上，如何看待你的问题，如何去解决，相信你未来会变成100分。
谢谢老师。哇，如中这一本，走出去才知道怎么继续前进。嗯，接下来走美国走一圈，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加拿大走嘛，现在也许才台湾才走一圈就这么多得到了。因为当时走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地方没有多做停留，所以我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各个乡镇住久一点，用自己的方式去体会乡镇的感觉。这也是另外一种。另外一条路，对呀、啊，你帮我们看一下永康到底出产什么？没问题。你问麻豆我就知道了。麻豆出产什么？文旦呐、啊，不是霸王的啊，霸王不是中华。哦，是中华。哎呦，哎，好，来，谢谢老师，谢谢来宾，谢谢，感谢你的收看，拜拜。拜拜。